其实我没什么大志向，但是我最近更喜欢的人表白了，他好像嫌弃我成绩不好，所以想跟他考同一个大学，说不定他就会喜欢我了。群里有大哥可以帮帮忙吗？有道物理题做不出来。哇，原来是这么做的，谢谢鱼头大哥，你太厉害了。鱼头大哥，昨天你的解法老师说是错的，以后我不能来玩了。怎么了？父母不让？不是，我要好好念书了，等我考上目标的大学再来找你们玩。哎，你的目标是哪个？清华。哎呦，可以啊，人不可貌相啊，妹子，志气不小。其实我没什么大志向，但是我最近更喜欢的人表白了，他好像嫌弃我成绩不好，所以想跟他考同一个大学，说不定他就会喜欢我了。哎呀，男人不看这个。占星，你是不是不够漂亮？很漂亮的。低调。哦，反正我想来想去，就是我就成绩不够好这个缺点吧，所以打算努力一把。但是其实我成绩也是全市200名左右，但是他每次都是全市第一。可以的，这差距很大呀。我觉得我可以再努力一下。如果我也能考上清华，那我就是娱乐圈当中学历最牛的演员之一。你的粉丝如果知道你为他们想考清华，应该会很开心吧？才不是因为。你高考报金融专业，我还挺奇怪的。我一直记得你的理想是星辰大海。我打算放弃星辰大海了。你之前说你要放弃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家里人吗？可是我记得你舅舅也是搞航天的，你父母为什么会反对啊？因为你数学物理一直都满分啊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个同学大概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，我会为他感到荣耀。我只是想帮你说话，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继续做一个航天设计师。为什么？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了。